原标题：蒋经国抓了杜月笙儿子，杜月笙说了十个字，大气侧漏。蒋经国抓了杜月笙儿子，杜月笙说了十个字，大气侧漏。1948年，国民党不仅在军事上接连受挫，在经济方面也是一片萧条。为此，蒋介石特意实行一次币制改革，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发行金圆券，要求百姓必须在规定的。